今日开始哦，咱来看天气。虽然讲这个梅花风台已经走完哦，也唔过气象局是提醒咱大家哦，受到西南气流影响，拜三进前，中部南部甲台东也是会有短暂阵雨。气象局原来是针对台南、高雄、屏东甲恒春半岛有发布着大雨特报。来看这个梅花风台，目前是每一点钟15公里的速度，行向西北的方向，要去大陆的方面哦。气象局是讲咧，受到这个西南气流影响，第一今仔透早恒春就开始咧落大雨，对明仔到拜三，中南部甲台东拢有落雨机会。另外，这梅花风台已经造成中国华东的这空中交通拢是大乱，未少飞机哦，唔是停飞，就是慢飞。台湾的中型华航甲复兴，今仔日要飞上海班机，有那是延期，也是讲有取消。那是要坐飞机的民众，伫出发之前，敲电话甲航空公司，甲伊询问个清楚。接下来我们来看，对十一月开始哦，百几间病院同时要实施这个电子病历哦。咱民众只要提这个健保卡、签同意书，医师就当透过这个电脑咧调调你这个患者伫其他病院的一挂病历的资料。咱民众哦，以后哦要回诊哦，唔免阁走病院了时间。民众到病院做抽血、电脑断层、核磁共振等检查，若是要转诊到北京病院，就要印制病历资料。也不过未来免这么麻烦，因为卫生署将会自11月开始全面实施全国电子病历甲影像咨询网计划。比方说，从一家小医院有重病到一家大医院要就医的话，那么在这一家大医院可以经过病人的同意、书面同意，然后去向小医院来调病历。卫生署表示，分享病历类别包括着医疗影像报告、出院病历，也个血液检查、门诊营业记录四大项。未来民众到其他病院接受治疗时阵，只要提健保卡，并且签同意书，医生将咱透过电脑云端连线来调病人伫其他病院的病历，也个检查资料。安尼是唔但是当片面重复的研究，一个检查也当缩短看病时间。譬如说，就算不是我本人也能拿得到，或者是医院之间是不是所有医师人员，譬如说外包的人，是不是也能够看得到我的电子病历？我觉得这一点隐私维护，它应该是有些措施。民间团队认为，电子病历虽然方便，但过卫生署正做好加密的措施来保护病人的隐私。而且透过云端来调病人的病历费用，是不是比即马用印的或者是可比公立的费用较较悬？即个卫生署拢爱甲民众讲好清楚，以免到时开钱和运输可能让知影，引发着更加侪医疗纠纷。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自香港机构顶个月才改名作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是讲新闻局的光华新闻文化中心的主任有哪有移动，要由作家张万官来接任。新闻局长杨永平讲，张万官小姐是正适合的人选，伊伫9月会正式接任。去年3月，张万官出席九个月文学奖，正欢喜甲得奖的作家做阵翕相。伊是正有名的散文家、小说作家，是东吴大学文学博士，更加伫咧东吴大学担任中文系教授。也毋过，即马伊被转换跑道，出任香港光华新闻文化中心的主任。他是一个很合适的，就是跟香港有蛮深厚的关系。他曾经在中文大学合作，然后他也是一个我们台湾很有名的文化人跟作家嘛。台湾驻香港机构伫咧7月中，由本来香港中华旅行社改名号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本来是隶属伫咧新闻局的光华新闻文化中心，也改名号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新闻组。不过对内对外拢是用两地招牌同时运作。新闻局讲，张万官上任首先的任务就是延续过去台港之间的文化交流。张万官一向正重视文学界生态，也不针对着翻译的作品发表伊的意见。大量的翻译作品，包括日本的翻译作品，或者欧美国家的翻译作品，其实也好像取代了我们文学创作者本地的文学创作者的一个生存空间。张万官表示，只有对教育下手，才能让更加侪人愿意走入阅读的世界，来感受文学的趣味。光华文化中心前两任的主任是罗志祥，一个评论拢是较有名的作家。即便伫咧文学界也较有名的张万官来出任，也正受外界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下。
最新外消息咯，对今日半暝十二点开始，咱的汽油是每一公升要降三角，柴油是每一公升要降四角。第一调整以后，九百无盐汽油33块是，九五无盐汽油31.9，九二无盐汽油31.2，柴油是19.2。咱若是要加油，会当搁等一下哦。啊，继续咱来看在地消息咯，咱七月时啊，咱拢是中原普渡、拜祖先、甲好兄弟，台中龙井要通向一个万高寮的游园道，因为这个道路设计。那就无啥好，公车路口定下定是有车祸。上百号居民哦，今年是做尾要来发起普渡，这嘛是当地35年来头一遍。带着囡仔真虔诚拜一个黄太太，希望卖让出门过车路变成一件真恐怖的代志。跟阮的关系款啦，较大阵啦，啊，大家都跑跑的，安尼较有一个力量较悬安尼啦。35年的第一届台中龙井游园路面顶的大型菜市啊，甲附近社区联合举行中原普渡，除了号称感恩的心意，希望一个月平均一届到两届车祸，这个车路口卖让大家感觉过车路真够恐怖。是因为路上车多，骑的车的人比较快，所以说常常这里出去又没有看到，就马上会撞到。多多少少对心理上有一点感觉呀，对比较安慰，比较安心一点。一道清丽的行列，请来20多位法师的念经祈福，是几百万，不是每一个人拢有法度出钱。真正这条路实在太危险了，一分北路这个路口是真细，有我感觉看无，红车灯阁无明显，顶下坡真正是非常危险，速度真紧，发现人要过车路时阵已经袂负担当啊！居民家己出钱来办这个中原普渡，摆上百桌，请一挂好兄弟。不过家己过车路嘛是爱细里只钓几只，怎么不多？明仔八八父亲节，我那是八八洪灾满20周年的日子。政府甲民间团体积极在咧协助八八洪灾灾区来重建，不过袂少囡仔心肝内也是真惊吓。民间团体是定出5年计划，注重伫社区关怀甲辅导，希望帮助咱的灾民走出噩梦。在八八洪灾20周年之前，村民登到小林地村，大家讲到最近的情景。在灾难了，有人创造了新的家庭，展开新的生活；有人想到在洪灾失去的亲人，心内依然真悲伤。好几对爸爸嘛，特别的生气。到现在还，我到今嘛讲唔相信讲伊无去，我是感觉讲伊还搁唔在秘里底啦。包括我讲有祖先的家庭，我嘛是即阵嘛是一个心理因素啊，哎，所以嘛是被伊骗的，要想伊骗人的啊。在洪灾过了，政府甲民间团体积极投入灾区的重建，帮助失去依靠的老人、囡仔，也个弱势族群。像之前基金会就协助30位部落青年上地成军。虽然议题改善慢慢有成果，但讲灾民面对着过去基地或者是未来生活，心内依然有压力。部落里面都还陆续都会有人，得到忧郁症啊，或是自杀呀、啊，或者说是生重病。那这一类的事情到目前都还是继续在发生，所以对于这些受灾的人来说，并不是当时的那个灾难的一瞬间，而是后续的这一两年哦，其实这些苦都还一直在进行着。心理的重建是一条正长的路，民间团体已经拟定5年计划，除了继续协助居民人才培育，一个文化保留，也注重伫咧社区关怀加心理辅导教育，来引领灾民展开全新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在地消息咯，咱看到最近屏东的垦丁哦出现足奇怪的代志哦，迄就是奇怪这粪扫哪会四界走咧？啊，媒体咧查咧，讲发现讲这会叮当的粪扫，其实拢是带一只只寄居蟹啊，因为这壳吼，拢有咱这佚佗游客拢捡了了，这寄居蟹只当带伫一挂粪扫内底，像药罐啊啦、挂啦，也是冲天炮内底有哪有哦？生态专家讲，今年是这代志上界严重诶。这是游客在垦丁海墘仔拍到画面，哪有粪扫家己伫咧爬？七月九啊，敢讲这是另一现象，原来是一只假生仔，直接看伊脚，竟然是冲天炮的塑胶工。那你看多可怜呐，机器蟹。
那暗时电地下也吸到，驾驶员拍到破壳，右手干那挂拍表杯，一个即只伊拍到不看过本色，特地还惊讶被其被到，只叫够吓的。又去过去提醒我，小车奇奇怪怪驾驶员，来看希望内边十只掉六只拍到本色，有电话叫我做干那挂一个跑啊卡，真正唔敢相信本色驾驶员数量那这么多。记者实在去昆丁，特地人行道发现有一只被掉用了刀内边的驾驶员。而且它垃圾在动哎，当场看到游客也惊到，那会安尼？问生态学者才知影，原来是游客家的卡扣了了。即马肯定驾驶员会使广东部署，因着用翕相机录过，亲像即只即当拍到较古灵活的藤丝啊蝶白，即只被蝶伫光顶启动起，甚至即只是藏在完全透明的玻璃格那内边，互人看了后，即只唔敢又搁艰苦。那时候我们大概抓了三十几只，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比例是用塑胶壳或者玻璃瓶。研究人员估计，今年本所驾驶员数量真正受够多，那是环境不改善，可能引起生态浩劫。所以今嘛，因发起送地下卡号驾驶员得去厝的活动，希望因过爱扣地下卡的人会当把地下卡寄回来，好驾驶员找到因的厝。也希望以后去昆汀游客暂时先卖扣地下卡，无正可怜的驾驶员，即当找本所做厝。记者综合报道。